花莲市美伦巡守队已经连续第五年获得了内政部社区治安工作评鉴优良成绩的肯定，而花莲县警察局长吕世明以及花莲市长魏家彦五号的晚间，也就特别前往致贺贴红榜，并且颁发了奖励金，肯定所有队员们的努力。荣誉榜贴红榜，美伦巡守队。花莲市民运社区美伦守望相助队在内政部举办的全国111年推动社区治安工作评鉴职人社区一般组中，再次荣获甲等殊荣。五号晚间，花莲县警察局长吕世明及花莲市长魏家彦也特别前往致贺贴红榜，并颁发奖励金。我想哈，民运社区一直是花莲市的一个绩优社区哈。那除了社区本身的，不管是在地的一些我们社区里面。不管是对长者或者是对教育，那在这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谢哈。那我们的巡守队又蝉联了我们内政部的一个评鉴社区的一个甲等哈。我们可能在社区会遇到了很多的状况哈，除了治安以外，甚至于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诈骗哈。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将我们所有不管是陌生人传来的讯息，或是在 LINE 里面上看到的，不管要借钱或是投资股票哈，也希望大家都要审慎。注意后，美伦守望相助队服务范围不只是在民运里，还包括民政、民力、民乐、民孝、民德与民情等，总共七个里，全都在协勤范围之内。而这也是他们连续第五年获得内政部的肯定，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优异。美伦守望相助队50个队员哈，在平时除了巡逻之外呢，也协助了长照工作，还有民子国小的交通导护以及。初老服务老老的这个访视长辈啊，那这几年我们也因为借由这样的访视，也发现了3个长辈呢，大概倒卧了2至3天的时间，我们临时救到了啊，心里感觉很开心。那其实美伦守望相助队的辖区哦，我们巡逻了7个里啊，那大概也就是花莲县。巡逻最宽广的一支队伍啊。而市长魏家彦也提醒巡守队员，冬天执勤时要做好保暖工作，如果天候不佳，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期盼花莲市的治安，透过警政及守望相助队的维系下，让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花莲市是一座宜居安全的乐活城市。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